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凶手的。怎么还在啊？看完了，怎么样啊？有没有找到什么跟案情有关的线索？这些信里的内容呢，都是马思思对她母亲的向往。她希望她的妈妈可以过来看看她，然后接她一起生活。哎，可惜呀，她妈妈跟她住的城市离得这么近，却没有机会来看她。马思思一直向往着能和她妈妈重新见面，但怎么也没想到。确实死了之后才有机会见到。哎，今天几号啊？他妈不是说要来认尸吗？怎么还没来啊？这时间都过了吧？给打个电话。没人接，是不是没听到？我来打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马思思的母亲吗？这边是警局。警察同志，我都说过了，我会过来的，你们不要再打了。现在躺在那里的不是别人，是你的亲生女儿。我们现在一直在队里等你，你有什么事情比你女儿还重要吗？连接个电话都不行。我真的不能跟你们说了，我明天会过去的，先这样。喂喂。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。你先回去吧，今天晚上不回去了。我把这些卷宗还有证据再看一看，说不定会有什么新的线索。你干什么？弄点吃的呀，饿着肚子怎么加班啊？一起找线索吧。哟，这么早啊？哎，我看看，这有俩黑眼圈，你们一晚没回去啊？那黑眼圈能长一个呀？我们俩昨天晚上呢，把那个证据又都重新梳理了一遍。太拼了，早一点结案总归是好的。我看你睡得还挺好的啊。那个李队让我一大早去一趟王涵家，他是觉得吧，直接去学校提人怕影响不好，毕竟他是个学生，而且他是个未成年，询问他必须得有监护人在场。在证据没有确凿之前，他始终是一个嫌疑人，他不是罪犯。再说了，现在的高中生都很敏感的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尽量避免给他们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社会舆论吧。在好朋友死了这件事上，他居然撒谎，我看啊，他和马思思案脱不了干系，至少隐瞒了一部分的真相。